今天我们来折一把袖箭，好玩又酷炫。准备一张 A4 纸，像我这样折成长条。这个角折到中线，再取一张 A4 纸折剑身。这里用双面胶粘一下，这里用双面胶粘一下。用相同的方法再折一个方向相反的，叠一块纸片，两边贴上双面胶，插进剑的夹层里面，把两片组合到一起。再卷一根纸条，两头粘在剑上做成手把，一把酷炫的袖剑就做好了。欢迎点赞收藏起来慢慢学。